欢迎大家收看乔林日志。抽中什么？它是樟宜机场给我的一张 voucher， 然后是3天2夜 Princess Bay， 可以用到年底。所以因为在我拿到这张 voucher 的时候，是 gift voucher 的时候，是今年的3月、4月的时候，然后又刚好遇到疫情的关系，所以我今天决定，因为快年底了嘛，然后就想说在11月我把它用掉。那它的截止日期是12月31。对，然后我们今天我们 book 了3天2夜，那我们这就进去吧。哒哒，我进来了。OK， 我现在拿到我的卡了，我的房间是128号，然后 check out 时间是11月27号12点，周五12点。对，然后这个是 BB 卡。对，那我们走吧。它是在这一层，然后先带大家看一下，它这边有一个 vending machine， 然后他说这里的 drink 都可以喝。这边的 hot drink、hot tea 都可以用。那这边其实饭店里面都看得到。很漂亮的瀑布。 OK， 那我现在去我们的房间吧。是那种折叠床的样子吧，然后这边有衣架，然后也是盥洗的，有两瓶水，遥控器，服务电话，然后这个他还很贴心的给这个就是酒精跟洗手。对，然后这边有一个这是放行李的椅子吧。对，然后进来这边，因为我这边是 not smoking room， 所以这边是不能 smoking 的。对，然后这边是洗手间，对的。然后这边有一个 shower bag， 然后等一下可以先给大家看。那这边有牙刷、洗手乳，然后这边厕所，这是浴巾，大浴巾。然后进来厕所里面，这个是淋浴的。
对不对？那这边有一个 body care 跟 hand wash 就洗头发跟沐浴乳的。好，这边有一个那个上下键，然后我按 push。床就这样移下去了，它可以伸很里面。OK， 它这样就到底了，它这样床就整个放到底了。哇哦，对，哇，这样一个人睡这张床超舒服的。那当然也可以两个人睡，三个人的话可能要这样子睡。对，嗯，那这边还有阅读灯。可不知道这要怎么哦，转开，这样转就可以转开了。好，它其实只是一个吹风机而已。嗯，它里面就是一个吹风机这样，可是它是什么牌子的，看不太出来。2 days later， 要退房，现在就是3天2夜的房间18号。OK， 然后先走去柜台。退房啦，这是自动门。OK， 退房。check 到 room key here， 所以我把2天的钥匙这边。所以现在是早上大概6-7点钟 ，OK， 那我们现在今天要退房，那我们现在离开我们睡2个晚上的饭店。那今天行程是我们要去动物园，新加坡的动物园。那就话不多说，我们 Let's go。那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记得按赞、按订阅、按分享哦。记得开启小铃铛，我有影片上传会第一时间通知你哦。